放进去一样两次。三次，然后最后一次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，院长就没有任何表情，他就说不要紧啦，医药够机会嘞，然后就整个这样，我就整个崩溃，不管，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希望我那个嘛，那个又来了嘛，哈，对对对对对，现在还是正常啦，然后对正常，五天的颜色都正常。对，最主要是这样啊，其他我觉得也没什么心愿，然后就是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就这样。他跟老公有很努力吗？啊，很努力吗？有啊，当然。按表操课。我本来还叫他一起去马六甲嘞。我跟你讲，我最近还真的常常梦到小孩。哦。哎呦，我可以可不可以回？真的啦。男的、女的，还是一对？都有，很就是。双胞胎啊？没有，而且没有啊，是梦到很多小孩在玩耍。然后那时候就是我都有在保持去看医生嘛，妇产科啊。然后那妇产科医师就跟我说，你不能再，你最好是不要工作，然后呢在家里养生。然后我还是把工作辞掉，因为在台北录影啊，那我住台南，我就等于要就跑来跑去这样。然后后来就，现在看重播就有一点觉得啊、哦，好可惜哦。我现在就会觉得，好，那我又把所有的工作好，不要出唱片好了，然后什么都推掉了，然后就在家里养生。但是不是我之前也是这样吗？而且那时候更年轻，身体状况更好。啊，事隔多年之后，我在做同样一件事，会有结论吗？会有效果吗？放进去一样两次，三次，然后最后一次，那个院长啊跟我说，你只有两颗卵，然后还是剩下两颗，然后一颗没有很健康，一颗可以，要评判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心情是那种七上八下，然后比。我从来没有那么紧张过，院长就他没有任何表情，他就说，他就看我，不要紧啦，啊，那个医药够机会嘞，然后就整个这样，我就整个崩溃，不管，然后旁边就这样子，然后他们越安慰我，我就，现在目前一切都 OK 的，对，天气很冷会受影响吗？还是会，尤其这几天寒流，温度低到我。一踏出家门，大腿就在痛。对，所以现在不用靠止痛药做什么？现在很少吃，对。然后就可能配合自己的一些简单运动这样子，对。没有去，可以靠复健。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断掉那个对。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哪个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新闻标题你们看清楚。真的假？哎，命跟之前啊。你？没有。你我以为你在开玩笑，真的、喔，真的，分享一下根子，你命根子断过，命根子里面的尿道啦，有接回来，由后来大概两年后去做手术的，对，使用还正常，目前使用正常。那有工厂如期运作，可以吗？前后运作的时候还是有，还是会不一样。当然啦、啊，神经受伤很严重。跑步动作不要太多，对对。然后双脚不要给我离开地球，这是医生交代的。不能跳，对，不能跳，因为一开始是以我的骨盆为主啦。那时候骨盆开了。大概我记得好像一天多，然后医生不敢开，不敢再开下去，怕我们大量失血过多，所以就赶快先缝合了。对。